穿成这样，今天我第一天开学，我准备穿着这身去。看起来是不是很厉害？太厉害了！这不对，要的就是这效果。我仔细琢磨了一下，我在我们班成绩是倒数第二，为了防止同学欺负我、歧视我，我决定。 先下手为强，给他们留下一个不好惹的印象。记反了？反了。嗯。不重要。不重要。李金娇，我告诉你，你儿子在学校被欺负了，跟小哥讲，小哥揍死他。爷。爷。 李爸刚说不许带李健惹事，没听见啊？吃饭。你这身衣服哪来的？暑假攒的。暑假攒钱买的。你是要上学去，还当坐山雕去？换了去。 学习啊，像你离小子这个学，争取考第一。好，<笑>哪个是子秋啊？我是。婆婆，你是谁啊？哦，她是那个朱鹏婶子的妈妈，来伺候月子的。你们要叫她张婆婆。张婆婆好。张婆婆。乖，真好。孩子们，你们都想妈妈吗？ 说错话了吗？爸，我们回来了。哎呦，李爸，妈，高中生集体回来了啊！赶紧洗手吃饭啊！哇塞，做了这么多菜呀，都饿死我了。哎，我今天有一个大事要宣布啊！哎呦，大事儿，你还有大事要宣布啊？ 子秋，我跟你说啊，你二姨就是来了，给你带了好多野鸭蛋。啊，他人呢？走了，他不知道你这上学了。嗯，其实见不着他也好，不然我都不知道说什么。哎呦，这孩子，有点一直关心我。贺兰啊，人是好人，就是嘴碎。哎呀，老跟孩子说七说八的啊。子秋啊，你一定要听话。子秋一定不跟尖尖抢。 子秋，以后一定要孝敬你爸。哎，就这一套，我都会了。<笑>你去李尖尖房间干嘛了？没事。好，小尖，赶紧的，就等你了。来。哟哟，我这美哒哒的哟。 这么高兴啊！第一天开学就交到朋友啦。海潮，你看咱这一大家子多好啊！啊，哎，想当初啊，我跟你们李爸啊，决定由我们二人把你们仨人抚养大的时候，哎呦，街坊邻居没一个看好的，说你们俩大男人怎么能成呢？家里一定得有个女人。你看，你看。 现在多好，你们都长这么大了。你看，林霄不用我操心，我在外头工作，再也不用惦记家里的事儿了。谢谢你啊，海潮。哎哎哎，这秦阿姨还老给我张罗介绍对象呢。哎呦，谈什么对象啊？啊，我吵架算是吵够了。嗯，得给你找个老婆，好好管管你。我要宣布事儿啊。好好好好。我李尖尖，今天。
来例假啦！你们愣着干什么呀？不恭喜我？恭喜，恭喜尖尖成大姑娘了！谢谢。吃鱼吧，今天做的鱼真的挺好的。初中的时候，我们班就有同学陆续来例假，就我没来。那个时候我还担心我是不是有什么病呢。我妈走得早，我也不知道她有没有什么遗传病，肺动脉高压会不会影响我？不会，啊，没遗传，啊，你小杰，你以后这方面你问呐？对，问啊。问，你们都是男的，你们也不来例假，问你们有用吗？哦，还有，我同学都说来这个肚子会痛，我怎么肚子不痛啊？哎，凌霄，那个你先神神秘秘的往今天屋里放了什么？哎，好像是礼物。礼物？那什么礼物？没什么，先去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去干嘛？你一件衣服，它是白色蕾丝边的，好好看哦。我这一身汗，我就是我就换件衣服去。去。我去趟厕所。哎，我那球还在那玩呢，我给弄脏了。去。那我也回屋试一下。去。哎，你别去。你说你。小杰，你以后这方面的事儿，别到外面说去啊！我没在外面说，我在家里说的。你家？哎呦，你说这……先回去。你几班的呀？广播室不能随便进。拜托，相互救济。尽管叫人，就是把你们校长叫来。这东西是你们撞掉的，也得赔。你们就是浪费我们时间呀！这可是进口药，特别难买。他已经说了很多遍了，是你们先撞的他，不是他先撞你们，知道吗？叔叔，我是真没这么多钱。闭嘴！你们看吧，这是我们买药的时候，人家药房给我们开的收据，1000多呢。就这药啊，上面还贴着标签呢。别给我看的什么收不收据的。第一，我不知道你这收据是不是真的。第二，就算你这收据是真的，我也不知道这药是不是真的。哎，我看你们就是想来这儿，是不是？我告诉你啊，我们已经去教导处叫人了。你有本事待在这儿，等教导处来人之后把话说清楚。别生气啊，他们就是学生，小姑娘也不是故意的。要不就算了吧，咱们自认倒霉。那不行，我们买药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。你看啊，咱们都磨蹭了快半个小时，小姑娘你也不是故意的。这样，你们俩凑一凑，有多少就赔多少呗，我们自认倒霉。开什么玩笑？行，我现在给您。小杰，你有病吗？这俩摆明一看就是骗子，干嘛给他们钱？哎，又不是你摔的，我不跟你讲，我别碰他。哎，想出来的，我看你是皮痒。别打，我给你钱。
属蚂蚱的一直在这蹦跶。我让你去教务处找老师，你把凌霄叫来干什么？我去教务处了，没人啊。你打我干什么？打傻了你去啊？去，你当我傻吗？还见义勇为？要是对方有武器怎么办？要是对方有武器怎么办？要是对方有……你不是叫警察了吗？我听到广播就来了，上哪报警去？好气哦，让他跑了。行吧，今天先这么地了，下次记得叫警察啊。李尖尖，咱们走。走了，走。虽然你们见义勇为是做好事，但要是对方拿着棍子刀子怎么办？你们学生斗得过坏人吗？我来教务处了，没人。那你都想到广播你哥哥帮忙了，不知道再喊一喊老师吗？老师，我是做好事啊。好事是好事，但是方法不提倡。等你们班主任过来领你们回去，好好反省一下。啊！教务处没人，不知道叫保安啊。行了，你别说他了，他能想到用广播找我，已经有很大进步了。那个，谢谢你们帮我，都是我不好，害得你们跟我一起挨训。我是李尖尖的同班同学，我叫齐明月。他是你同学？我不认识。啊？我是班长。哦，我没怎么注意，你不好意思。那你们三个为什么帮我呀？见义勇为啊。什么时候？你现在有时间吗？不介意带家属吧？不介意，是我的错，你们帮我那么大的忙，我连你的哥哥们都忘记请了。哦，没事儿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哥凌霄，这是我小哥贺子秋，这是齐明月，我们班班长，你们都认识。你们是表兄妹吧？不是，我们是一家人，吃一锅饭。哦，同母异父，异父异母。那你们没什么关系啊？怎么没关系啊？他们都是我哥呀。哦，哥，小哥，你们看要吃什么？啊，你定，我们家属自费。不用不用，我说了我请客的。哇塞，你太仗义了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嗯，你钱带够了吧？我有500，你随便点。那我就真的随便点了。服务员，点单。您好，我要这个这个这个。嗯，好的。您需要什么？你觉得哪个好吃？这款香草口味最好。哦，那就香草吧。嗯，好的。嗯。哇塞，混合的味道，够吃吗？够够够够够够！你尝尝这个抹茶味儿，也很好吃。哇，香草味也不错。大叔，那我也尝一个。快吃啊，一会儿化了。好吃吧？